出产诶，高粱啦，人才。然后这个柱子就代表荣耀，人家是鱼跃龙门，对不对？它是龙这样跳跃过去，然后那个诶溪里面的那个鱼就会金光，就是一看有太阳底照射，就有鳞片金光闪闪。那代表说我们石碇这样子是诶都是一些诶人才。那这个是作者他讲的啦。 卧虎，他是上路。不会，不，他走。我刚刚讲说，乌头那个名称有。